号王牌的左投，从林玉敏国中看他投到现在，觉得他真的很棒。去年林玉敏也代表了中华队去打亚运，追求在中外方向的飞球，陈杰宪最后是完成接杀出局。比较高的诉求哦，让他去抓到局球，是教练团也好观察他的状况到底是怎么，也很融入哦。这今天的比赛过程，对台湾跟捷克来讲，不只是棒球的对抗，也是在两边文化的交流。再来一个诉求，对，更正的应该是林玉敏的变化球，对，应该是他的变速球，比较接近是变速球这种感觉。念家乡的食物了，速球来了，147，三振掉了第二棒的 Milan Procon。今天吞了2K 了哈，那个挥击的那个击球点有稍微慢了一点哈。哦，这个位置投的真棒。对，看起来状况并不差了哈，就是他可以掌握他自己的状况哈。速球走在外侧148，哇，漂亮！这个直接塞五号位了哦。一可能就是林玉敏了。速球来了，150公里，亮红灯。林玉敏三振掉了第三棒的 Marek Klut。在第六局上来投球，演出了3上3下，捷克队是连续9名打者都没有办法站上垒包。